记得带手机支架，但是忘记我手机摄像头坏了这件事情。你是玩输了吗？就是说手机支架带了个寂寞。那动轻一点，等下你们两个轻轻玩。好的。小小来吃粉，谢谢。来，我给你看一眼我们在吃什么。我跟东东我们两个在吃。哇哦！哇哦！他应该也在开，不要找我。不要叫我视频，我视频不了。他跟你说不要找他视频，他视频不了，他的前置摄像头坏了。对，他的前置摄像头坏了。看看我们，看看我。看看我们两个吗？还是真的假的？他说他想我们了。什么？他说他要我们完成一个心愿，我觉得有诈，一定有诈，可以不打是吗？那你要干嘛？先说出来，心里面我们帮你联系一下小马。找小马，小马不在。小马怎么可能呢？不是你找小马，所以我们只是个备选项啊。不，他肯定还没有找小马，他想坑我们，他不想坑自家人，绝对的。更难过了，更难过了。这都是我只有你了，你知道我还是你真的。我怎么感觉公主在瞎编呢？在瞎编。镜头摔坏了，不对，准确来说应该是屏幕摔坏了。因为太远了，我都听不到他在说什么。就是呢，他刚刚就是说了一堆，就是说他现在很难过，他希望我们让他快乐，就是短暂的快乐那么一下。你那边已经有摇否了，怎么还缺我们呢？还缺我们呢？天哪，睡着了。他睡着了才想起我们。对呀。为什么要等到他们睡着才能找我们呢？他们这样都说了，你在套路我们，你骗不着的，可聪明了。现在我们都学聪明了，三步就可以完成。什么？吃东西吗？啊！他让你坐近一点。我已经坐最近了。我换个地方吧。可以，你可以过来。哇，这个好香哦！我要睡觉一会儿。这边好黄啊！哦，掉地上了，太惨了。旁边有筷子，可以拿过去吗？谢谢。哦，要调整哦。等一下，烫一烫。哎，我手机呢？你手机？啊，我手机在这。下一个。来，我们一起出镜了。哇、啊，好心虚。就是微笑一下。嗯。我觉得。然后手指。你看他们在说认真就输了，我很害怕。然后站住。在这儿。哎呀，跟我一起坐嘛，跟我一起坐。我在跟着你。在这儿，没毛病啊。在这儿。
这是在比谁更急吗？你们想不想吃饭了？你们想吃饭就赶紧给我做了。来，公主看啊，真香真香。快点，在吃饭呢。哎呦，好难过呀，今天。跟你做了呀，我跟你做了，我还可以吃在桌上。然后手指就是在这里，在这里。哎呀，不要跟我开玩笑，这样子就是也高兴不起来。啊，好难过。你的要求好奇怪。什么？我们说你的要求好奇奇怪怪。没有，就是把你们的手指在鼻子的下面，鼻子的中间。你相信我们？我们真的然的鼻子的和嘴巴的中间，按住他的人中都会摁。再按住了。没有按住，没有看到。对啊，按住都会然鼻子和嘴巴的中间，就是忍住。按了呀，没有按。好难过呀！公主急了，公主太急了，太急了，她马上就急了。怎么办啊？我们按要求做了呀。看来就是没有人能够让我这样做，好吃的，因为这样我就没有自身经验了。按着可以，就是。自己找个镜子，然后这么做一做，你就可以让自己开心起来。是的。不行，我对自己的脸没有兴趣。那、来婉婉喂你吃肥肠。更难过了，天哪。什么喂你吃，喂你吃，你我在喂你吃。哎呀，连玩不起，对，他急了，他真的玩不起。是谁？我不知道他被谁骗过的，但是呢，就是谢谢广大网友的提醒。呀，谢谢潇潇送的秋天奶茶，要不然我就上当。主要是真的好饿，觉得有点我们两个很聪明的，我们俩什么都没有干，好聪明的。我的饭，干饭，搞一半，你搞一半，剩下一半给我。我觉得两个受害者一定很，我今天发现啊，就是邓慧脸盲的坏处，就是我们晚上出来吃饭，好吃的，然后在饭店里。就是我们还在店里面看菜单，然后看了一会儿，准备坐下吃，然后好饿，因为我认不到人，然后我们饭店里面只有一桌客人，好像因为时间太晚了。今天其实还是冷的，但是，然后刚喝完酒，但我本来很饿。然后我们刚坐下，就是还没开始点菜。结果就听到了旁边，听到了旁边有人喊我，怎么好像听到有人叫邓慧恩？但是前面没有听清楚。来一起吃夜宵。然后我就以为是可能是我听错了吧。
我们还有干锅肥肠，然后后面就是还点了水煮，就是牛肉，斜对面的，就是人喊了好几声，我终于听清楚我的名字了，然后他们讲的越来越大声，越来越大声，然后。然后我终于听清楚了，他说这两个是不是邓欢恩豪和高蔚然啊？然后说，好像不是幻听哎。然后我就转过头去看那个斜对桌的，然后结果发现是句句，太社死了，一整个社死了。对，然后他们就是很。很惊讶，想跑了，我们想跑了，因为我们还没有点餐嘛，他们已经可能在那坐着吃一段时间，但是因为我认不到人，我也不知道他们是聚聚，然后我听，然后就是看他们反应就知道，哦，原来是聚聚，然后我们先走了，不吃了，然后那个店里面的人就说，哎，你们怎么不吃了？留下来吃啊。就是那个店员看我们要跑了，知道吧？笑死了，店员就说：“然后今天就坐下吃啊，我们家很好吃的，怎么不吃了呀？哎，回来！”不吃了，真的是绝了！为什么会在就是这个时间点，然后出门吃个饭还能遇到粉丝，然后这个粉丝我还不认得，就是三个人坐在那吃饭，我一个人都不认得，太可怕了。然后我走的时候，就是看到有个就是衣服，然后就反应过来，哎，这个衣服好像有点眼熟，好像在那个就是今天冷餐的时候见到过这个衣服，认不到脸，太尴尬了。今天晚上好好吃饭。你的胃蛮好的，你的胃蛮好的。对啊，感冒炎。我们在仙境。我买小包子。这家饭店的卖点就是它可以一边吃饭一边冒烟。记脸记不到，我知道了，就是那个花衣服的还是个卷毛，对，那下次来我可能就是只记得一个卷毛。就是要不是他们就是很大声的，就是跟对面的人说了一句，说这是邓欢和高蔚然吗？然后我听见了，我就抬头看了一下，然后我才知道，就是他们已经是这样子的反应了，知道吗？然后我们刚坐下，我们先走了。我又想吃牛河，然后我点一份炒牛河。我不知道他们走了没，就是我们没有在那家店吃，我们就换了一家，另外找了一家。这个米饭是为了配菜吃的，因为他们已经吃牛河的，就是不一样，应该吃了有一段时间了吧，我们才刚去。多一天就过期了，就是七天了。我一般情况下就是争取不让翻台过期。我向来都挺准时的吧，挺准时。谢谢俩的原汁。老总。
这么难啊？脸变胖了，是，很胖。不好，就是脸太胖了就不好看。你们不觉得吗？他就是他思考了，圆了。教官教考主观了，你要加油。美颜，朦胧美，就是来拿米饭的那个。你们不觉得圆了吗？这个是，好，朦胧。说明我，以后要把那个直播调个瘦脸。下周的话，好像只有周五晚场是一场，所以，然后周日。周日五场是一场四单，下周差不多轻松很多。下周是周六周日会轻松很多，但是一到周日我们每天都有排练。不是，不是那个什么，舞蹈排练，就是三个排练，反正都有排练。他很多了，他那里我很了解，他没有直播什么，他要是。试试看，我都喜欢。那你是更喜欢爸爸还是更喜欢妈妈？更喜欢你。我天哪，太甜了。然后只要你喜欢我，能跟喜欢你爸爸妈妈一样喜欢我，我就很满意了。很满意了。一般的歌，对，一般的歌就是那种元气型的。下周应该是来不及了。下周基本上都是排练课。把我零三个题，我给你买一个，包括有主人被伏兵上去，他们是不是也在旁边看来着？之前吧，之前会有播客，现在就。高贵人是妈了，为什么？他不是说要跟喜欢爸爸妈妈一样喜欢他吗？那他不能是就是我懂了，除了爸爸以外的第三个。你是喜欢看跳舞吗？今天我问一下。这帮人好像都是那种，我没有看腮红啊，那种甜歌舞蹈，真的，那一般都是甜的，只是发多了一点。那我俩也不同台啊，那我们俩不是一组 MV 啊，到了你肯定没有看。我还挺奇怪的，就是这两天就是大家好像都在问我是不是不开心。你们为什么会有这种感觉呢？就是为什么会有这种感觉？我们俩的教育很相近的。哦，对。梦想家相对是比较相近的，其他可是我没有这个感觉。就是右边算同，跟平时有什么差别吗？不错，是啊，也是红牌的。什么啦？刚播这个没有，我昨天睡可早了。谢谢。哎，吵我了，你还叫你哥来找我老公？为什么下班了一定要冒泡？我12点就睡觉了，睡着了。
睡到了今天早上跟车，睡到酒店。我每次就是出来吃这种比较辣的，然后我就喝点水，真的。我都没有见到儿子。你是在哪儿见到我不笑的？对呀、我在剧场都没见到。不是我说的那个，我去了，我可学的东西我没看见。刚才那个到60，刚才那个到60，60啊，后面。因为我觉得，就是不笑的时候比较不容易崩吧。其实表情没那么容易崩。他是说一本，你现在是撕几本啊？没讲六九元七，这里61开始啊，一个多月，应该摔了一个多月了。上次这里呢？我也不知道，我猜的。哎，那你不去这个？然后，你上次那里多少？我们买的那个海底捞那个。谢谢小尾巴的圣诞小礼包，谢谢。泡面卷，那下次下个礼拜再弄泡面卷，然后用 iPad 直播就可以看得清了。就是蹭的，我就是到处蹭合照，要不然就没有库存了。起雾了，但是没有办法。那队的歌就是，它有的是比较沉静的歌，有的是。南方有深夜辣汤。哦，卡了，卡了怎么办？胡辣汤吗？还是什么？感觉我吃饱了。你吃饱了？你就不应该吃米饭。嗯，可是我米饭也要吃完了。你就吃，因为吃完了，所以吃饱了呀。鸡肝已经晒到，没道理。因为你要是不吃米饭，你就可以多吃几个菜，把这个多吃点。太辣了，这个不辣。所以我碗里也吃空了。我真的有在很用心的吃饭。因为他可能就是流量限速，我可能这个月还没限速，还没开始限速。谢谢冰淇淋骑士的荧光棒。够不够？再搞空间。再搞多少啊？没收翻过来呀！
我的兵马了，好厉害！我带他把兵打了。他说不定就是，不是从一号开始算到十二号的呢。他要是，是假设十五号月结，那是不是就是从上个月的十六号开始算，然后到下个月的十五号？没有看得到的，这里全都是这么开始算。是那不然扣月租要怎么扣？好像买张卡的月租，月租都是从一号开始算的吗？我怎么记得我的月租好像都不一样的，反正有二十几号的月租。对啊，辣的呀，是辣的。但是所以你看，我们一般都要。可是扣月租不是一号啊，也不是三十号，是十几号或者二十几号。我没有喝过甜的胡辣汤哦。谢谢阿斯顿的圣诞。胡辣汤为什么叫胡辣汤呢？因为一是它有胡椒的味道。二是它有辣的，所以它才叫胡辣汤。那你们手机都是怎么算的？是这样的，甜的我们喝过。我一直都以为是，就是按扣月租的那个时间来。我从来就没有在一号扣过费。有没有可能是按就是那个手机号是几号的办，然后就几号每个月几号扣费？这里面已经没有一粒米了，我觉得我好棒，你真棒！我还有好多粒，因为它没有味道，就是白米饭没有味道，我就不想吃。我在洗澡，对，我在洗澡，我在干洗，干洗。这个椰汁我要喝。多少流量的套餐？二十七，但是他好像用了十几集之后就开始限速了，所以他说有二十G，但是就是不是二十 G 都不限速了。因为是干洗，所以穿衣服。就是杀人的技术，但是我觉得我当时给老师的观念是什么呢？给你们讲一下这个红糖杀人案，不要害怕，一点都不恐怖，一点都不恐怖。就是甲呢，他以为红糖开始就是红糖水是可以杀人的，因为他是个傻子嘛，对吗？我对甲的印象是他就是个傻子。他还相信红糖水能杀人，然后呢，乙呢，他就想毒杀乙，所以呢，他去给乙喝了红糖水，但是呢，好巧不巧，这个乙呢也是个奇葩，他正好红糖过敏，但是很巧的是，甲不知道乙红糖过敏，他真的以为红糖水能毒死，然后就给乙喝了，结果乙真的因为过敏死掉了。然后就问甲这样是犯了什么罪，一是有没有犯罪，二是犯了什么罪。然后当时我就给我的感觉是，因为正常人，你看看判断一个案子，先客观后主观，那你的客观事实就是红糖水杀死了乙。我也在听，我的思路是错的。然后就是他说的是红糖水杀死了乙，这是客观的事情。
主观的是因为甲想用红糖水杀乙，所以呢我就觉得因为正常人来讲都不会认为红糖水能杀人的，然后呢我就一直以为这应该算是一个过失杀人，但是老师说不，他就是故意杀人，嗯，他不是过失，是故意，对，而且是技术，不是过失，不是过失。至于为什么是故意和技术呢？好像是因为他有这个想法吗？不，就是红糖杀人，它是有三种情况的。一是甲想用红糖水杀乙，乙是正常人，乙没事儿，他只是喝了个红糖水没死，这是一。二呢是甲想用红糖水杀乙，然后他给乙的红糖水中途被人调包了，调包成了毒药，但是甲他本人不知道，然后乙其实喝了毒药水，然后乙死了。然后第三种情况就是甲给乙红糖水，然后乙呢他正好红糖过敏，可是甲不知情。就这三种情况，问甲犯的是什么罪，分别犯的是什么罪？好难，是这样的。什么也没有听到，太卡吗？没有办法，我的网线流。就是我分清楚了三个问题的区别。你好吗？但是我并不知道，就是相对应的应该是甲都是犯了什么罪。第一个肯定是无罪的。不是第二个无罪吗？第一个肯定无罪啊，他想用红糖水杀人，红糖水怎么能杀人呢？哦，乙没事儿，所以他无罪。对的。二也无罪。这挺聪明的，对吧？二是无罪，因为二别的人的事儿跟甲没关系。第二个不是故意杀人，但是第三个是故意杀人。主观上甲知道这个，可是如果你学法学的话，他就是犯罪如何定罪名，你都要先看客观，再看主观。你肯定不能先看主观，再看客观。你想，如果两个人有仇的话，那要是一个人就可能是满嘴跑火车，说我要杀你，那杀了你。就比如现在东北人说他要杀了我，那然后各位人什么椰子汁过敏。那下周我给你们还比较少一个人。各位人椰子汁过敏，我不过敏，我现在喝给你看。都是当时我们讲那个先客观后主观的时候，跟你们讲个搞笑的事情。我估计所有学过法学的人都应该听过这两个。然后这些都是高本人临时补课补出来的。不是，等会我们讲个搞笑的事情。就是在1997年刑法还没有实行之前不是用的是那种习惯法嘛，然后呢就说一个男知青和一个女知青一起下乡去工作，然后有一天呢那个男知青就做了个奇奇怪怪的梦，梦里梦见他对女知青做了点什么，然后呢他第二天醒了以后就把这个梦讲给大家然后听，结果那个女知青觉得很羞愧，然后上吊自杀了。然后当时呢给这个男知青，因为人都死了嘛，就是给这个男知青定下的罪名是反革命梦奸罪。学刑法的人，学刑法的人可能会听过这个案例，因为我印象中我是听过了两个刑法的人都有讲到这个案例。就是告诉我们定罪要先客观再主观，绝对不能先主观再客观，不然的话人人都有罪。对，主观是以你的视角的主观，还是以这个人的思想？以犯罪人的思想，不是以法官的主观思想。那我就不能预测。法官说：“我觉得是你杀的，那就是你杀。”不行，这个以前的话是在1997年刑法出来之前，给糖尿病的人喝红糖水加入病情，那得是不是得看这个人？那是不是得看这个人？是不是知情啊？就是你要是知情，这个人明明知道他是糖尿病人，你还给人家喝红糖水，那不就是故意的吗？我不发小红糖也没有，我昨天。
所以我那个老师让我做题，嗯，迟到的那题我错了六个。对，我错了六个，然后十道，十道单选题我错了六个，然后五道多选题我错了三个，不定向选三道我错了一个，可牛了，可牛了，我就没有做对过，可牛了，都没有全错的，好棒啊，都没有全错了，可牛了，不是今日说法，就是把就是跳的课比较好玩的东西给你们讲一讲，好玩，选错我还真没看过。午后梦中听高蔚然讲课也好玩，听高蔚然和杨若曦吵架也好玩。我今天没有吵，真的，今天我没有吵，我直接进了门以后就去找你了，都没有吵。哦，对，今天杨若曦其实给我留了饭，我说没事，我不吃，我出去吃。你胆子好大呀！是啊，胆子可大了。然后我告诉他我要出去吃，然后他就很淡定的说，哦行，那你把那份饭倒了吧。我就乖乖的倒了出来。这么多话看不到，自己不带，完了还告诉我还想请吃饭呢。每个月的六七百块钱，当然翅膀硬了会飞了。收尾，对吧？这个是疙瘩。前几天，在这个几个月前，高虎滤镜。这边可能，但是我是好久好久。高伟然可能敢这么嚣张，可能是提前闻了一年的猫屁股，一年份的猫屁股。他好像是剩了挺多的，因为我今天不是那个手机网限速了嘛，我就听到就是在回来的车上，就是听到微信响了，但是呢我打开微信死活刷不到，然后我到一点多房间以后。不然你们明天要起不来了。说你告诉我他做多了，然后说如果我回来想吃的话，他可以提前给我包上饭。但是可惜的是，我手机被限速了，我手机被限速就什么消息都收不到，然后我也没有看到。然后我回去的时候，就是连他的人带上他的饭一起看到了。对，就一起看到了。好，谢谢南明不知意的圣诞课课，谢谢你。谢谢你。来说这种很困难。可是今晚明天下午都可以，明天又要排练了。我觉得我这个星期脑子也不够用。不要那个看。现在外面风很大，谢谢 PPS 的粉丝，我喜欢你。好的，谁让你哭泣？我？什么鬼？那是老可爱了。你在被窝里听见风声啊？BBS 为什么每天都在偷听我的电台和直播吗？哪有？某人不是说睡觉了吗？他跟你说他睡了，好甜。在黑暗中守护，很平静，他很平静。那确实挺黑暗的，毕竟现在都一点多了。我一般都自己睡的，我已经是吧？大家要早起的人，一点多还在这泡着，确实在黑暗中守护着。皮蛋磕起来，那不得多，就是让他们多发点糖啊，对吧？我们看到都是那个什么空间哦 ，QQ 空间。对啊，要不要发糖太少，怎么磕得起来？我是看了那个 MC 之后，然后呢，我就把我的 QQ 空间皮蛋糖就签名啊，
还有那种什么信息啊都给删了。很牛了，我现在就是不能光靠我磕，他们得自己整点糖呀。对，要不然就是夹缝中磕糖太难了。那你找到，有人跟你一起睡了吗？给我讲讲。硬磕，你们又不是不知道我牙口不好，硬磕等会儿把我别的牙也磕掉了。我只是出来吃个饭了，出来吃个饭了，我怎么就善变了？我又怎么就善变了？吃个饭呢？跟你错峰，那不是饿吗？跟你错峰碰不到，结果又碰到了，说明这就是缘分啊！这个时间点也不一样，是吧？他都故意跟你错峰，就是不跟你碰到了，结果最后还是碰上了，对吧？就是。挡不住的缘分。四班是几点结束的我都忘了，反正我是无缝链接上班。当时脱下来四班最后一排那个衣服以后，我想了想，我还需要换回我自己的衣服吗？算了，不需要了，我就直接就是穿着我的直接穿上我的衣服。是差不多了吧，吃不动了，正常吃饭。对呀，我吃，但是感觉还有好多，还行，感觉这附近都还挺好吃的。什么时候你要是来广州玩的话，可以就是我把这条街推荐给你。没看懂这句话的意思，什么叫跟别人错峰？为了遇到跟别人错峰，吃饭了，但是吃了一点儿，没有吃很多，然后就很饿，真的就很饿。我感觉还剩了好多，喵一眼，拉仇恨了，来拉仇恨。要给他们看一眼饭吗？应该还有很多肉。可是这个是反过来的。对，我也要给你们。我吃不动了。我要给你们看清晰。我的后肢还是清晰的，不，我还有一盘干炒牛河，但是我其实想吃湿炒牛河，说晚了，然后他改不了了，就只能干炒牛河。这是干锅肥肠，我感觉是不是可以打包回去？干炒牛河和一个水煮牛肉。明天中午煮一点那个。高蔚然还点了一碗饭，幸好我跟他对半分了一半。他一开始本来想说要两碗的，然后我说要么我跟他分一碗，然后等吃完了再叫一碗。幸好是跟他分一半，要不然我都吃不完，我这半碗都没吃完。因为他没有颜色，他没有味道，他没有，不捞汁，没有味道。可以去泡泡那个热热饭，正宗。没有像你，没有，高蔚然那里吃完了，他吃了一粒饭都不剩，可牛了。就是他的那半碗已经吃完了，然后还吃了粉，然后我觉得有水煮牛肉应该很下饭吧，所以我就跟他分了一半的饭，然后结果我就是就是没动。那应该口感挺重的。把你馋死，顾不上，这怎么都顾不上了？你都顾不上了，这不行啊！你这不道德呀！你这不道德！我掉，你这叫我哪里掉了？我就掉了，掉了一点。你这不是司法解释，我不是故意掉的。你这只是就是这样夹过来，然后它就在掉在半路了。解释还不一定对，对吧？我还掉了一副筷子，这已经是第二副筷子了。这是第一副筷子，第二副筷子。应该是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我是不是要是这样子？哎，等一下，看看高蔚然漂不漂亮？漂亮。
来，我们看看灯灯吧。啊！啊，漂亮！我们互相直播对方。我知道了，就是你拿着我的，然后我拿着你的，我的手机的那个像。嗯。就是看起来就清晰了，对不对？哇哦，是天哪！哇哦，不错。哎，不对，搞错了，搞错了。哇哦，清晰的灯魂，你的手机挡脸了，手机挡脸了。对对对，这样，嗨。不客气，不客气，不客气，不客气。为什么我就会在高然的房间说爸爸真漂亮？爸爸真漂亮？什么鬼？什么鬼？嗯？查水表时间到了。高然的粉丝是不是应该跑我房间说高然真漂亮？没有，他们没有，他们换了说我要爱你。艾丽不在你们自己房间吗？对啊对啊，我们可以看到彼此啊，是吧？完蛋了，一会儿粉丝大换血，你那边换一波，我这边换一波。查水表。问题不大，反正就是我就算查水表，然后我又记不住。记不住可还行。我今天就是进到那个有粉丝的饭店，我们直播这是互相打配合。你别说你认不到人了，我连声我都没听到。我起码不是他们，就是他们几个人在那讨论嘛。一开始是很小声的，然后越来越大声，越来越大声，然后后面就是等，就是我好像听到我的声音，但是我平时就是不会。就是去注意旁边的人都坐的谁长什么样，然后我就算见到了我也认不出来。你知道我当时就是都会有很高人吧，就是我就听到了这一句，就最听到最大声，前面我就听到他们喊名字，但是我没有，就是我以为是我的错觉。对，那怎么不可能在外面还能遇得到呢？我当时满脑子都是哦，周底火锅，那我一会儿要加个牛肉，就是牛肉片里面要加个蛋，这样瞧一瞧我要吃周底火锅，完全没有注意到。李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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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网爆处，看得见看得见，看得到看得到，都看得到，放心吧，放心吧，可以的。我们滴滴已经想。害怕了。天哪，我们两个一起能收到的 Z 队，因为我四班八班新成员禁言群通知群全开的免打扰，就只有 Z 队能收到。哦吼哦吼，一台手机怎么什么鬼，我们可以连麦，我们两个要是连麦的话就会出现那种混合的声音。哦，对哦，对，就是会有那种电流的混合的声音，吱吱吱吱吱吱，对，还会有回响，还会有回响。这里直播流畅度好多了，是啊，放心，把心放哪啊？你想放哪？你想放哪？一直待在这个直播间，所以说这就是粉丝大换血，真的大换血，5.1立体声。好，天哪，还有高数粉丝。高然牧养哲学会，这难道不是高阳粉丝吗？他竟然说他是高数粉丝。我跟你讲，今天哦，对你当时也在，张书宇叫我宝贝了，你知道吗？今天就是 Z 队公演后台的时候，我也一直坐在他旁边，你知道吗？嗯嗯嗯嗯，你知道啊，哦，真好。嗯，我就喜欢这种大方的、大度的，嗯，就包容性很强，就很好。我天天抢人，真的，我天天抢，对，我经常当面，这种事情当面才比较有意思，是吧？他俩的危机，哦，他俩的危机基本上都源于我。
我承认我做这个坏人，他俩的危机，我现在呢是主要让张书宇的危机来源于我，我之后呢努力做到让邓婚恩的危机也来源于我。嗯，就是呢现在张书宇经常担心我是不是把小凳子拐跑了，我之后呢要让小凳子担心一下我是不是把灰灰给拐跑了。不会，不一定，不一定，等着看，相信，相信我的魅力，是不是？嗯，相信我，相信我。那你们什么时候出去吃饭？想想，你知道吧？要撩动一个直男，需要点手段的，我目前还没有想到。怎么去啊？还有就是高人还搞不定的。你别说了，我一个都搞不定，更别提其他的了。你们他走吧走吧，对对对，就是他，就是他。我一说要带着江淑宇干嘛啊？去吧去吧，走吧走吧，借去吧去吧。我还想到我当时那个生日 PV， 我真的跟他申请了，我就说我要借江淑宇去谈一天的恋爱，他直接借借。怎么了？就是人家是独立的个体，对吧？他又不是就是我的私人什么，对吧？就是没事，主要我们有这个自觉，虽然我不一定有这个自觉，但是我表面得装的我有这个自觉的。偷家的看见，西西就跟小凳子跑了，这未来的事情谁说的准呢？是吧？是吧？问题不大。哎，有人问你是不是染了头发之后整个人都坦然了？这是个什么奇怪的问题？暴雨狂风在黑夜中。你也开始暴风雨之夜？对啊，因为那天听了听，好像真的，就很带感。无语了，无语了。对啊。小凳子就是最无耻的人吧，他翻我白眼。不下去了，再见，再见，大家晚安。没有，他们说的，他们说的，说是最无耻的人。那是时候说再见了。无语了，我看看是谁说的，拉黑了要，拉黑了。来回来回来回来，什么？他已经开始盯房了，不要怕不要怕，这有什么问题吗？我应该怎么把它弄回来呢？这想想，哦对哦，他怎么调回来的？嗨，一直都在找什么？好的好的，我你急了，你急啥？阵地转移，hello hello， 对，回来了回来了。我又来了，突然吗？自己居然还有独立个体吗？会有的，会有的。什么？没有，没有不信，我没有不信。你别看我，就是现在这个绿头。今天还有人说，就是夸我这个绿毛很好看，想要染和这个头一样的颜色呢。比我平时的网好多，真的，真的。是谁？就是不记得，我不认识。对，我不认识。在的吧？哎，十九号四班就是下周日那场吗？那我在。对，就是虽然现在不认识，可是就是因为他眼光很不错，对，所以也想要认识。就会稍微好一点。最主要是我都不知道我这个网是怎么用，就我这个手机的网怎么用。他今天突然提醒我，他限流了，就是显示我已经用了。怎么就开始问号了呢？因为我的套餐里面就只有服务限流。看习惯了还好，就是我觉得其实不是看习不习惯的问题，是因为它掉的差不多了。这家店只有我们两个人。哇哦！哇，这家店只有我们两个人耶！是不是打扰别人下班？我也在想，我们两个是不是打扰别人下班？我这颜色就是底下已经快要掉成黄色了，就是快要到该补染的时候。感觉美食街这边基本上都是一两点左右打烊。对，它再掉就要变棕色了，但是
我觉得就是染头一般可能就是第二个星期或者第三个星期会比较好看，所以就是就是我在想要不要下个星期还是什么时候有空再去染个头，然后这样等它掉到 B50 的时候应该就差不多了。等我离开了这里，但是我觉得可能很多粉丝都知道，就是这边整块是因为我知道绿色很容易掉，所以这个头就是染第二遍的时候，它其实染了一个蓝绿色。哦，你好，这两个，因为它蓝色会掉成绿色，然后再掉成橙色。如果我跟你们讲你好，是吧？意思就是不对，棕色。直播染头不可以，因为他染头会把刘海压到上面去，我就没有刘海了。不可以哦，不可以。染完之后可以，因为染完他把头吹干，我就可以有刘海。哎，没毛病，那我就算是危险不行。谢谢小张的巧克力。物品来危害公共安全罪是这样吗？嗯，没有机会大光明886。简单的一点钱，但是不是？我知道，但是。咋？你看过我过山车的图啊？还是你比我厉害，你比我厉害，你的缩略词比我厉害。什么？你放好了，我好白。我发现为什么今天是什么日子？双十二。我忘了双十二。双十二为什么会发图？突然来一句，就是有人夸我很白。好吧。危险女孩是原来是这样死了。我知道。没有啊。那我今天就不应该开直播。我其实是就是应该是在昨天开的直播，对。我是为了在昨天开直播。怎么界定？那首先现在不是界定的问题了，要先把我抓去，就是做研究，看一看这是什么新型的生化武器。对，熬夜直播，可是我没睡的，这个星期我没假，就是他工作安排一出来，我就很想。吃饭的这个地方，用粤语的话叫发懒杂，普通话应该叫什么？很想在地上打滚，就是无理取闹，对，很想无理取闹。你也在烤肉店？撒泼啊，差不多吧。就很想发懒杂。刚下了工业，然后去吃饭吧。反正我们是刚下了工业，然后就，因为上个星期也没有休假，没有休假，这个星期也没有休假。打烊了，为什么打烊？对呀，这么早为什么打烊？我应该要好好看一点的。好可爱是吧？我这个月看工作安排啊。又不是我想去的，没有今天休假啦。这个星期，我觉得应该是脑子很不好使的一个星期。我今天还把瑞子课搬到地上去。然后杨克鲁在下台之后，他说他已经想，就是在这个地方想了很多次，就是会不会绊到他附近的人了。没想到就是我把这个就是事情干了。对，就是没想到我实现了这个事情。但是外面的风还是很大。对，我原本就是在台上想把瑞子扶起来，因为
我的脚，然后我的脚又把它绊到地上去了，就是他整个人趴在地上，我的天，真的太过意不去了，知道吧？对，然后我试图对公演的时候，我试图把它就是拉起来，结果我只拉到了他的衣服，我就是这样子，然后我想伸手去抓他，然后我就抓到了他的衣服，然后他整个趴到地上去。我好可怕，我哪里可怕？不是，就是 就是在劝你，就是想拉，但是没拉住。饿了就吃，对吧？饿了就吃。羊肉堡是好吃的，羊肉都很好吃，真的。三餐有吃，锻炼差不多。拿手就是那个。减肥是靠吃出来的。馋的时候。馋的时候，然后瑞子就是整个人趴到地上去了。然后其他人还在那里跳，然后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然后我就没拉住，我说，然后惊了一下，然后就不知道怎么办，然后就只能接着往下跳。啊！救命啊！弄巧成拙，它可能会变得很像青菇。可能会变得很像青菇，但是我那时候扎了一下，觉得好像还挺可爱的。我觉得挺好的。可爱，现场看到了，哇哦，不错呀，在现场，真好，羡慕看公演。韩国女团打个动图怎么了吗？闪闪，爱你的心满满，我要。你眼睛，对，你需要就是戴一个度数高一点的眼镜。我感觉就是扎上两个小辫子，就很像那种知青，对，就很像那种知青下乡的女士。真的吗？上半身去扶人，下半身在跳舞，最后扶起来了吗？看到可爱的我，可以看到活的我，厉害，羡慕你看到，那就来中泰找我玩啊。真的，我太尴尬了，我太尴尬了。我记得然后我又很怕，就是瑞子摔伤了脚啊，或者是怎么样，然后等一黑赶紧跑去。没事吧？有没有把你摔疼？不好意思。为什么会有这种感觉？就他也不知道，但是呢，我终身就给他一种知青的感觉。村里有个姑娘叫小爱，长得美丽又大方。反应挺快的啊，那不然怎么样呢？又不能一直就是待在那儿不动，对吧？音乐还在放着呢。所以就是我会给自己备牙膏牙刷再去场。就如果我在剧场吃饭的话，我就一定要刷牙。不得不，其实也是不得不刷牙，因为它真的会塞牙的，会很难受。我四班站位在左边还是在右边？他好像还是蹭了点皮，把膝盖还是什么？前四手下去的时候看了一下，后四手在右边。然后他反过来安慰我说没事，他可能是。没站稳，然后他要是就是什么，就是站的比较稳的话，可能就是我踹都踹不动他。对，他反过来安慰我。对，然后他说也有可能就是摔什么脚上的皮，有可能不是我把它绊到地上弄破的，有可能是就是他滑跪的时候就是滑破皮的。对，他还反过来安慰我，但是我觉得就是我弄的。我觉得就是我弄的啊。我给他呼呼了，我说他就是给我看他膝盖，说是自己蹭了点皮，然后我当时戴着口罩，但是我戴着口罩呼呼，我对着他膝盖呼呼，但是我戴着口罩。
过右边，然后第三手 Firefox， 然后在右边，然后一直在右边，然后第四手对呼了个寂寞，哦对，基本上都在右边，基本上在右边。不是不是被我踹的，是被我绊倒了。我也希望明天高考结束，我应该就上大考了吧？应该是的。小飞，小飞应该上吴雨霏吧？上吴雨霏的身段应该是在今天到底六六六啊？要拖堂啊？我要拖堂。但是他倒是没有找我助演，所以大概率看不见了。哦，不是大概率，应该是完全的概率是看不见了。我的右还是观众？凑个整吧。凑整一凑，凑半个小时。没，不行，不能到明天一点。我也刚刚手机已经叮一声，他已经提醒我，就是手机要开始限流了。我知道了，就是好多工作安排，我们都是。就是在他扣月租之前，我应该还剩三点多 G 吧。他可能我也不知道他什么时候扣了月租。以后我们才知道，哦，原来我们这个星期干的是这个活。对，但是他已经快限流了，我估计。说不定今天西比天，天。羊肉系的什么 CP 我都磕，真的。希望他天天跟我讲。高阳呢？不磕。哪有自己正主磕正主的，是吧？是吧？我，就怎么讲呢？就是，为什么要磕高阳？好怪！就怎么会磕自己呢？是吧？我就是开小差的时候就跟他讲，就是听一听，哦，这个好听，就是他一聊天，就是他聊到我，然后他我觉得有意思的点了，然后我就听一听，嗯。我天天磕他的 CP， 天天吃我吃，还好，今天他到，对，但是平时如果旁边在就是放一些什么音乐之类的，我就听不到，就是会。选择性忽略掉。好怪，就带回北方的大草原放羊台。哦，拜拜。最近有个高阳入心梗扣钱的，不扣钱扣鸡腿。大家晚安。心梗扣鸡腿。